那上一堂我们看谈到这个 moment of inertia of area， 那 definition 就是一个面积，它做这样一个积分，这个是三杠的，这是定义啊 ，y 平方 dA。这样对一个面积来讲，这样一个积分呢，我们称作为叫 moment of inertia of area with respect to x axis。那同样道理 ，y 也是一样。好，这些都是定义。另外一个呢，就是 polar moment of inertia， 这是积分，这个是 r 平方 dA。好，这是对原点这个地方的那个惯性距。那这个如果按照定义呢 ，r 平方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所以这个出来结果呢，会是等于 ix 加上 iy 这个结果。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你们考试要考到 radius of gradation。啊？这个只是一个定义，这是一个纯粹一个定义。那将来你们有些书本上面呢，它给你面积，给你 k， 你就知道怎么算 i 就对了。就是说 i 等于 mk 平方，那在 ak 平方就这样子而已。好，那我稍微解释它定义。好 ，ik 等于 kx 平方 a。换句话说，在这边有一个面积，这个面积对 x 轴，它会找出一个 ix 出来。那现在呢，把这个面积呢想象成为，它所有东西面积呢，通通集中在距离 x 轴这个 kx 的距离地方。那每一个 element 对 x 轴的距离都是 kx 的话，所以这个面积 a 等于这边的 a， 两个 a 相同，通通把它集中在这个地方的话，那这个面积呢，它所具有的 moment inertia 也会等于就是 kx 平方 a 这个结果。那这两个相等，等于说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具有相同的 ix， 那这个距离呢就称作的 kx。换句话说呢，等于说这个面积对 x 轴的 i 等于集中在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对 x 轴 i 是相同的结果。好，那当然这个 k 呢，一定是会小于最远的距离大于零这个范围之内了。那因为往后你们很多书上看到呢，或是 paper 看到的话，它给你一个 a 是多少 ，k 是多少。那你有了这两个 data， 你就知道，哎，我这个 i 就等于 k 平方 x 这样算出来，a 算出来，就这样一个计算公式啊，这个纯粹是一个 definition 啊，物理意义就是这两个面积具有等效的 i 的，这是它的物理意义。那第三个谈到的是 parallel axis theorem。平行轴原理。好，那对一个面积对这个轴跟对通过中心轴的 x prime， 我们发现呢，它的 ix 会等于 ix prime bar 加上 a 乘上 d 平方，有这样一个结果。如果说把这个轴做一个平移的话，它们中间呢就会插上一个 ad 平方的一个量。那从这个看起来呢，是有一系列平行轴的话，那这个东西呢，它只跟什么？只跟这个通过中心轴的 i 做比较，就是说通过中心轴的 i 跟平行这个轴的 i 中间做比较，你不能把这两个轴来做比较，这两个轴呢没有这个特性，就只有这个轴跟这个轴，这个轴跟这个轴。如果这个是 d1， 这个是 d2， 这个是 x pi x double pi。那 i 的 x double pi 会等于什么？会不会等于 i x 加上 a 乘上 2d 的平方？这个错的，因为这个平行轴原理呢，它不 relate 任何两个平行轴的关系，它只 relate 通过中心平行轴跟另外一个平行轴的关系。啊，如果这两个都相同，都是 d 的话，都是 d 的话，那很清楚，就是 i x double pi 会等于 i x， 因为他们跟 x pi 之间呢，都是差了一个 a d 平方的关系。OK， 好，那这个是上次提到的几个部分。那今天呢，继续后面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呢，常常有人用错这个东西呢，屡见不鲜，就是把任意两个平行轴中间加上一个 a d 平方的关系进去。那到底是这个等于这个加 a d 平方呢，还是这个等于这个加平方？
没有定论，你只记得一个观念，通过一系列平行轴，一地系列平行的话，通过中心点这个 I 是最小的，那你就不会错了，这个 I 是最小的， otherwise 都比这个大，所以一定是 I8 加上 AD 平方，好， I8 加 AD 平方。好，那么今天继续后面这个部分 9.7， 这个是对这个 composite area， 好，如果要算这样一个不规则面积，我们算 moment inertial 好几个方法，它 definition 就是 I X等于积分 y 平方 dA， 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取一个小 element 来计算，可以取 dx dy， 可以取一个长条形，可以取一个水平形的这样方式计算。那对于这样不规则形状呢，我们就可以什么？可以分成几个规则形状，一个、两个、三个，这个是 a1， 这个是 a2， 这个 a3。如果都是同时算对 x 轴的 i 的话，那 i x total area 等于 ix a1 加上 ix a2 加上 ix a3， 就是每一个 area 对这个轴 i 算出来，就是整个面积对这个轴的 i。 好，那比如说我们算 a1 这个 i 三角形对底边，这个是十二分之一的 bx 三方，那这个上面 a2 三角形呢对底边怎么算？那你要先算，先对这个底边，对这个底边 x prime， 再利用平行轴原理，再从对这个轴再移到这个轴来，就可以算出这个三角形对这个轴的 i 等于多少。有没有发生我讲错话了？不能这样移，要如果这样呢，你要先算对这个轴的 i， 我们知道对底边轴的 i 十二分之一。从这里再移回这边来，先对通过中心点的 i， 就先这个东西减掉 a 乘上三分之一这个高度平方，就算作对这个轴 i， 再从对这个轴 i 再移到这边来才可以，不能直接从这个轴移到这边来。刚刚提过，这两个轴没有那个关系，任何关系都是对这个面积中心轴，所以一定要算到对这个面积本身中心轴，才能从这里移到别的地方去。先，你可以对底边算出来没有关系，底边算出来呢，先倒算它对中心轴的 i 多少，然后才能移到这边来。那另外呢 ，a3 呢对底边三分之一 bx 三方，这个直接算就可以了，这个没有问题。好，所以每一个轴对 x 轴的 i 算出来加起来呢，就是我们这边 total area 对这个 x 轴的 moment of inertia。好，下面呢举一个例子， 9.4。好，这边一个 Y French section， 这个是一个叫宽翼梁，中文呢我们叫工字梁啊，工字梁，这个是一个常常用的结构用钢，你们将来学材料力学呢，常常都用到。它这个高度是358mm， 对称的关系，所以它这个中心点呢，当然是在这个地方了，在这个地方。好，那我们从书上的表可以查出来，它的 i 等于多少，面积多少，表上都可以查得出来，高度多少没问题。那因为光是这样来讲呢，它的 i 可能不够大。那你们将来学材料力学呢，如果说这个梁断面上面有一个 moment， 我们可以从 bending moment diagram 算成 moment， 有 moment 呢就会引起这个梁上面呢承受一个垂直方向的应力。如果说往下的 moment 正的话，上面部分受压，下面部分受拉，这个应力会等于 my over i， 离开中心点越远地方，这个 i 就是 i bar 啊，对，中心点的 i， 越远地方越大，所以两边这个应力最大，下面拉力最大，上面压力最大，所以 ry 当然就是从这里到这里距离，所以如果你能 section i 越大的 i bar 越大，它是不是就是它的可以得到比较小的应力，比较小的应力。好，假如我们选用这样一个 Y French section 查出的 I 来，如果这个 I 算出来这个 sigma 呢超过材料强度的话，这个东西就危险，
那没关系，我可以加个东西上去。我上面加一块平板，组成一个这样子一个 composite 的断面。这个平板呢，它的宽度是225mm，高度是19mm。我加这样一个平板上去，好，那变成呢，这个断面变成是一个 I section 加上这个平板。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section 中心点就不在这里喽，可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位置，中心点会再跑到这边来，跑到这边来，这个才是我的 C 点。红的这个东西是本来这个 section 的中心点，加上一个钢板的上面的话，中心点会平移到这个地方来。首先，我们要先算出这个中心点跑到哪里去，我们用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算出来。再过来第二个，再过来算这个 section 对这个整个 section 中心轴的这里哦，对这个中心的 I 八等于多少 ？I 八等于多少？要算这个出来，才能带进这个公式呢，去算这个 composite section 的应力。好，现在我们这边的工作不管后面部分，只管这个 I section 加上平板以后，这个复合的 composite section 它的 I 八等于多少？要算这个东西，了解吗？算 I 八等于多少？两个步骤，一个先定义它的中心轴在哪里，再过来算整个 section 对这个对新的这个中心轴的 I 等于多少？好，那么就一个个来。那对这个 play 来讲，它的 A 是等于225×19，4275mm 平方。好，它的 Y 八，如果说我们以这个东西来去做计算的话，它 I 八应该在这个位置，是应该358+19除上2，所以是188.5mm，这是阶段距离，这是这个到这里的距离，这个是 Y 八，这个是这个。那对于这个 I section 来讲，它的 A 是多少呢 ？A 是7230。它的 Y 八呢是等于0，对，它本身的中心点。那我们按照第五章 first moment 的定义，好，一个一个写。对 play 来讲，好，它的对 Y French section 来讲，它的 A 等于多少 ？A 是4275，它的 Y 八是188.5，这个都是 millimeter 平方，所以它的 first moment y 八 a 就等于是805837，好，再乘出来。对 y fin section 来讲，7230 y 八是零，所以这个是零。好，加起来以后 ，total area 是11505，这个呢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数字。好，那我们真正的。这个是这个叫多少？这个是叫，Y 八，这个是叫这个 Y 八。好，这个 section 的 Y 八，离开这个 I section 的中心点有多少 Y 八？就等于 summation Y 八 A 除上 summation A， 这个是我们第五章所学过的公式，对不对？好，那这个除这个出来结果呢，变成就是70.04mm。等于说加上这个平板上去以后呢，它的中心点会往上移70mm 左右。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按照 first moment 的运算，就先算出这个加上一个 play 以后，这个 composite section 它的中心点在这里。好，再过来我们要算到底整个 section 对这个中心轴的 I 是多少， I 是多少。那这两块嘛，一个就是 Y frame section， 一个是 play， 这两个分别对这个I 是多少，加起来就可以了。好，那所以这边呢，对这个 Y frame section 来讲，对 I section 来讲，好，这个叫做 X prime 轴，这 X prime 轴 ，I X prime 等于多少？等于说 I X 八加上 A Y 八的平方。好，原先你对这个 section 呢，对下面 section 来讲。这个是它的中心轴，对这个中心轴跟对这个平行轴中的 I 怎么计算？就是先对这个中心轴 I 出来，再加上 A 乘上这个距离平方 ，OK， 就是 I X bar 加上 A D 平方，啊，这个表可以查出来的。查出来呢，这个是多少？这个是160×10^60加上7230面积乘上70.04的平方。
出来的结果是 195.47 乘上10的60方 millimeter 的40方， I 的单位都是40方啊。好，所以第一个先算出这个 Y French section， 这个叫宽翼梁或者工字梁好了，这个工字梁本身对这个轴的 I 多少，这是195多，比对中心的160大。第二个算这个 play， 这个 play 呢，首先一样，先对它中心轴的再移到这边来，所以这个 I X prime 等于 I bar 加上 A D 平方。好，这个等于多少？这个是十二分之一的，对 play 来讲呢是十二分之一的225乘上19的三次方，这个是对中心轴十二分之一 bx 三方，再加上 a 是这个是4275乘上多少呢？乘上这个距离，这个距离多少？这个距离就是应该是 188.5 减去 70.04 的平方，就是这个距离，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先算对它中心点的中心轴的，再从中心轴移到这边来，乘上 AD 平方，这个出来结果是60.12 乘上10的60方 millimeter 40方。好，所以分别算出这个 Y frame section 对这个轴的 I， 算出这个 play 对这个轴的 I， 所以整个 section 的 I 是多少，两个加起来好，所以 I bar for the composite section， 这加上一个 play 以后，就是 I bar x 就等于这个是 195.47 加上 60.12 乘上10的60方。出来结果是255.6乘上10的60方 millimeter 40方。这个结果你可以看看，光是一个 Y frame section 它只有多少，只有160，加上一个板以后呢，所以这个是大于160乘上10的60方，加上一个小小的平板以后呢，厚度就19个 millimeter 平板以后呢，它的 I 呢从160可以跳到255，增加多少？增加60%以上。那这个增加，回到套回去刚刚公式 ，sigma 等于 m y of i bar。如果你加上一个平板以后呢 ，i bar 会从160增到225。换句话说，同样 moment 来讲，它的应力是不是可以减少60%？所以在这边这个 section， 我只要加一个小小平板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会使到这个 section 的应力会大幅降低。主要是我要增加它的 I， 增加 I， 所以这边呢只是告诉你说，增加一些其他的 section 上去，如何计算这个 section 对 composite area 中心点的 I 怎么计算。好，这个例题就做这个说明。好，因为这个东西呢，这个部分这样一个计算方法，将来你们的材料力学呢常常要用到。好，我再把这个程序稍微再讲一下。第一个，这个 Y frame section 跟这个 play 组合起来以后呢，先找出这个 composite area 中心点在哪里，在这个位置，这个距离找出来，这个距离找出来。第二个，分别算这两块 section I Y frame section 跟 play 对这个轴的 I， 那对这个轴 I 呢，你本身对这个轴的 I 知道，再平移这个上去，乘上 A D 平方，就可以算出这个 Y frame section 对这个 I， 再过来呢算这个 play 对它中心点，然后呢再移到这边来，就可以算出这个 play 对这个中心轴的 I 多少，两个加起来就是整个 composite area 对它 composite area 中心轴的 I bar 就可以算出来了。将来呢就可以带进这个公式呢来计算梁的应力的事。好，这些呢只是一些数字计算。好，那对于这样一个做法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说明的？物理意义这样子，物理意义就是说，
回头回来看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呢就是材料力学的应力的公式。好，同样一个 section 上面有一个 moment 给它，有 moment 给它以后呢，要算这个梁上面应力。比如说我这样一弯下来，上面受压力，下面受拉力，这个拉力多少，就从这个公式算。同样的 moment， 我是不是可以增加这个 I？ 如果 I 八增加呢，应力是减少了。我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增加 I 八？当然，第一个我可以选用一个比较大的 section 来讲，可以。可是有时候限于尺寸呢，这个东西做不到，或是重量太重做不到。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原来 section 上面再加上一些附加的东西上去给它，使这个 section I 八变大。那从这个结果计算起来呢，我只要加上你看358那么高的一个梁，我只要加上一个不到20mm 这个平板给它，它的 I 八呢就可以从160增加到255，非常有效。I 八增了60%，应力呢自然就减少60%，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效减少应力的做法就对了。所以我要增加这个 section 的 I， 又不要增加太多的重量。那这些呢？这些观念部分呢，将来材料力学老师呢会跟你们做进一步的说明。我这边只是告诉你说，如何计算这种 composite area 的 I 八怎么计算的，对了。刚好我也在材料力学所以阶段，我比较清楚。是一个梁，对，一个梁的断面。梁断面通常会用这种补来补去这种 section 呢来去设计它的断面。那你们看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在那个我们这个社会站是泰山，从泰山社会站到我们这个湖口，这个叫什么？一高那个叫什么社会站？湖口社会站吧，应该是。中间是杨梅社会，对，杨梅，对，忘掉了。中间是不是做一个高架桥？在施工过程中间，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说，这个梁断面什么断面 ？box 断面，空心的，它是这样一个断面。不，当然不是正方形的，它有一些形状，中间挖空的。为什么挖空它？第一个，减少重量，减少重量。第二个，如果说挖空后同样的面积，我做成这样一个实心的正方形，跟我做成这样子一个空心的，如果两个面积相同，所以面积相同的重量相同，哪一个 I 比较大？哪 I 比较大？当然这个，对对，中心轴你看，所有质量都集中在中间，所以这个 I 很小。如果说你把那个材料呢放到离这个轴越远的地方，是不是它的 I 就越大？所以它就利用这样子一个观念，用一个空心的断面来取代这个实心断面。就挖空呢，第一个减轻重量，第二个我同样的重量，我这个 I 会比这个大很多，所以相对来讲应力会减少很多。你们坐车过去看看，都是这样形状，不会有这样形状的。这样形状是就是没有学过材料力学才做这样的设计，你学过静力，学过那个材料力学的，一定会做这样设计来取代这样子的。好，那这些材料力学的事情了，那我不教你们材料力学是有点捞过界啊。有没有问题？好，那再看第二个例题。以前呢，我们念书的时候啊，材料力学的先修课是静力学，静力学不够不能修材料力学。那我是念土木系，材料力学不够不能修结构学，所以你只要二年级静力学不过的话，你保证五年毕业，一科带一科。现在好像你们限制越来越低，不及格也可以同时修，也可以没有所谓先修课的限制。所以你从这边可以看到为什么这几个课程相关。你在这边我教你怎么算这些 I， 将来在材料力学就用到。如果你这里不会算，将来你材料力学就修不好，有它的道理存在的。不，现在讲求自由了，就不做你们这个不做这个限制。好，这边呢要算这样一个形状的 I， 一个长方形平板中间挖了一个椭圆半圆的面积区，这个是120，所有尺寸给你了。这个是240，这个半径90。好，我要算这样子一个面积，这样一个面积对这个 x 轴的 I 等于多少？这 x 轴要算 x。好，很自然，这个是一个不规则形状，可是呢，很清楚看到它是两个规则形状的组合，它等于什么？等于一个长方形。减去
加一个圆形，半圆形，对不对？减去这个，这两个减起来呢，就是这个面积。所以我在这边呢，我只要算出这个面积对这个轴的 i， 跟这个面积对这个轴的 i， 两个相减，是不是可以算出原来面积的 i 出来了 ？OK， 好，这个 i 很好算，这个 i x 等于对底边三分之一 b 240乘上120的三次方，三分之一 b x 三方，这是这个 air section 对这个轴的 i， 这个轻而易举算出来了。再过来，这个半圆面积对这个轴的 i 多少，要算这个东西。那我们都前面都说过，圆面积对这个轴的 i 多少，还记不记得？如果这个是 r 的话，多少？四分之一 πr 的四次方，对不对？这是 πr 四次方。OK， 那现在半圆面积，半圆如果只剩下这块呢？这个面积对这个轴的 i 多少？还是 x 啊？对 x 多少？等于多少？啊？这边有结果吗？你可以看看啊。如果我们算 first moment， 随便算 q 对不对 ？q of x 等于多少？如果说一个圆面积对这个轴的 x 对称嘛 ，q 对称的话 ，q 是等于多少？零，对不对？等于零。如果说下面这块呢 ，qx 等于多少？是负的。上面这块呢是正的，一正一负，中心点在这里面，刚好等于零嘛。那现在呢，这个面积跟这个面积，请问这两个半圆面积对 x 轴的 i 相不相同？半圆和半圆，上半圆跟下半圆对 x， 如果说我把这个圆切成两半来看，切成两半来看，这两个半圆对这个 x 轴的 i 相不相同？是不是一个正一个负？是不是一个正一个负？点头点那么快，错的。i 等于什么东西？I 是等于没有负的 y 平方 dA， 这个是平方向。Q 呢等于 y dA x 啊 x， 所以对这个半圆来讲，这个半圆对这个轴的 i 是它的 y 八乘上面积，对不对 ？y 八是负的，所以下面这个面积对它的 Q 是负的。可是呢，算 i 是 y 平方 dA， 不管你 y 在上面下面。都是正的，所以 i 是没负的。Moment of inertia 是一个 positive definite， 就是所谓正定的函数，正的函数，没有负的。所以在这边再问一次，这两个面积对 x 轴的 i 相不相同？一正一负，还是两个都正？两个都是正的，而且相同，面积相同嘛。这个面积相同，那位置也相同，所以这两块面积呢，对这个轴的 i 的相同，所以，如果这个是 a1， 这个是 a2， 你可以看看 ，i 是等于 i a1 a 啊，加上 i a2， 对不对？可是呢 ，i a1 就等于 i a2， 所以 i a2 等于多少？二分之一的 i a， 这是一个圆对这个轴的 i 的一半。所以，这个如果说我定义这个做 x 什么轴啊 ？x a 轴，它是 a 轴啊，它叫 a a 轴。所以 i 的 a a prime 等于什么东西？八分之一 πr 的四次方，对不对 ？πr 四次方 ，OK。好，算出来结果呢是有结果了，当然是等于是27.25。27.76乘上10的60方，单位都是 millimeter 的40方啊，所以这个半圆对 a 轴的 i 算出来了。现在呢，我不算 a 轴，我要对 x 轴啊，我现在要算这个 area 对 x 轴的 moment inertia， 我要反正这两块，这个面积对 x 轴的 moment of inertia， 这个面积对 x 轴的 moment inertia。那现在呢，既然算到这个来，平移到这边来，那是不是 i x 就等于 i a a prime？加上 a 乘上这个是120平方，就可以算出这个半圆面积对 x 轴的 i 出来了，对不对？
还有人点头，这个已经讲过不止三次，不对。这个是不是这个面积的中心轴？不是，所以不能从这边移到这边来，不能这样做法啊。今天你有上课的赚到了，所以我好事出题目呢，如果说没有注意听的，一定是用这个公式计算。先从这里移到哪里？移到这个半圆的中心轴来。这个中心轴在哪里？这个中心轴 C 在这里。C 这个是我们的距离是 A， 这个是 B。半圆面积这个轴多少？应该是 4r over 3π， 结果是等于多少？ 38.2。 38.2。 先找出这个半圆中心的位置在哪里，然后呢先算出这个半圆对中心轴的 i 是多少。那这个好算呢、啊、那这个就已经有一个是中心轴了嘛，所以没问题，就可以套这个公式用了。所以就是 I 对这个半圆呢 ，I x prime 这个是 x prime 轴 ，x prime 等于 I 这个是八啊，这八 a prime 减去 a 乘上这个 a 平方，这个才是正确的。就是。对于这个面积来讲，对于这个轴跟对于这个轴中间的相对关系才能套这个公式来用，不能一步从这个地方跳到这边来。讲过大概五次了吧，这个讲过五次了，如果再错的话不能怪我了啊，再错不能怪我。听清楚没有？这个 OK， 一定要先算回去对中心轴的，再从这里才能到这边来。 OK， 好，这个算式结果是多少？我这就写了 7.2 乘上10的60方。 OK，有了这个以后，再过来这个半圆 ，I x 等于多少？等于 I x pi bar 加上 a 乘上这个什么，才能从这里移到这边 b 平方。b 平方要经过两道程序才能过来。啊，这个结果出来呢是92.3乘上10的60方。好。所以这边算出这个长方形对这个轴的 i， 算出这个半圆面积对这个轴的 i， 两个相减，这个等于多少？第一个这个等于多少？这个等于138.2乘上10的60方。所以这两个相减呢，最后这个 i 面积 i 等于 ix 138.2减去这个多少？92.3。乘上10的60方，所以出来结果是45.9乘上10的60方 millimeter 的4次方，这样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了。好，最后还记得一件事情 ，I 对这个是一个实体面积 ，Ix must 大于零，一定要大于零的，万一你不小心算错了，这个算成138。这个算成192，一减 ，i 是负的，你马上查结果，保证错，保证错的 ，i 是没有负的。对于这个实体面积的 i 一定是正的，因为它是 y 平方 dA， 所以一定是正的。它是一个绝对是一个 positive definite 的一个 value 啊，绝对是正的。所以如果你万一算不小心多写个一在这个地方，减出来的负的话，一定算错，赶快 check 一下哪里错的对了。好，所以这个题目也会告诉我们说，对于这种形状。不规则形状可以分成两个规则形状，分别计算对同一个轴的 i 相减，就可以算出原来形状的 i 出来了。再次提醒一下，算这个 i 啊，绝对不能从这里一步跳到这边，一定要先对中心轴，中心轴才能移过来。那另外呢，半圆的 i 是整个圆对中直径的 i 的一半，所以1/8的 pi r 4次方。OK。好，看完这两个例题，对于这样 composite area 的 i 的计算，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说明的？今天上课人数大概只有1/3左右啊，所以考试告诉你们，这种题目一定考，一定考。
最后一章会考，最后一次考试会考，就是这两个礼拜说了，可能在叫第九跟第十章了。看起来，十一章可能九大概从今天开始讲的。其实前面东西也 definition 你必须要懂啊，你不能说告诉我 i 等于多少你不知道怎么算 ，OK？ 有没有问题？对不起，九点五我写错了，是。这是期末考那个礼拜，基本上是上课时间，就是1月9号嘛，1月9号，2号是礼拜下礼拜嘛，2号不放假啊，要上课，所以考试应该是下礼拜一。元旦放假啊？元旦有放假，1号放假，2号不放假。没有补假，现在从交涉2天以后，假期都不补，一概不补了，所以你们。那你们不来上也可以，是你们自己休假，我会来上课就对了。那个二号那天可不可以早一点点下课吗？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晚上还要就是实验的报告。好 ，OK， 我反正第十章讲完下课，第十章应该内容不多 ，OK， 早一点点了，不会早太多就是了。好，那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 property 叫 product of inertia。乘积惯性矩，这个这样子，一个面积，这个地方，这个是 x 轴 y 轴，我们前面对 x 轴的惯性矩是 y 平方 dA， 对 y 轴的就是 x 平方 dA， 现在再多一个叫 ixy， 就对这两个轴的一个惯性矩，这个是 definition， 没有任何物理意义啊，就是积分 xy dA。好，就是你有一个 area dA 在这个地方，这个是距离是 x， 这个距离是 y， 把这个小面积乘上 x 乘 y， 就是它的 product of inertia， 整个积分起来就是整个面积对这个 xy 轴的 product of inertia， 这个是 definition。 好， product of inertia 有一个特性，你可以看看，如果这个面积有一个对称轴，这面积 x 轴是对称轴， y 轴在这个地方。好，那我这边有一个面积 dA， 它的坐标是 x y， 这个 dA 它的坐标同样一个 dA 啊，坐标是 x minus y， 作为对称呢，这边有一个点，这边这有一个点，所以这个是 y， 这个是负 y，x 都一样。那你可以看看这两个submission 起来，这个积分呢是 submission 嘛，这两个 submission 起来是不是一正一负 cancel 掉，所以你每一个点都有对应的一个负的点的话，所以整个面积对这个 xy 轴的 product inertia ixy 就会等于零，所以 product of inertia 对一个面积其中一个轴是对称轴的话，它的 product of inertia 一定就是零，一定是零，一个就够了，两个当然更没问题，更没问题，好，更没问题，好，这个是 它的一个重要特性，这个第一个。那再过来谈到这个平行轴原理，如果我要移这两个轴的话，有一个面积还一样，还是一样，对，这个面积中心在这个地方。这个是 x prime 轴，这个是 y prime 轴，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x bar y bar， 这个是 x 轴，这个 y 轴。好，一样。如果说我要从这个面积对这个轴的 i， 这个呢，它面积是 dA， 它的坐标是 xy。如果说以这个坐标来讲，它是 x prime。y prime， 当然 x 就等于 x prime 加上 x bar，y 等于 y prime 加上 y bar。好，这两个坐标有这样一个平移的关系。如果这个平移坐标的话，这样一个结果。现在我想看看，哎，如果说对这个轴的 ixy 跟对这个两个轴的 xy 中间有什么关系？好，这个记得，这个也是一个中心点 C 点。好，那么把这个关系进去。I x y 等于积分
x y dA， 这个是 definition， 等于带进去 x bar 加上 no x pi 加 x bar 乘上 y pi 加 y bar dA。好，坐标转换而已。展开有四项，第一个等于 x pi y pi dA。第二个等于这个乘这个等于加上，y 八 x pi dA 加上 x 八，这个是积分 y pi dA， 再加上 x 八 y 八积分 dA。好，展开四项。那第一项 by definition x pi y pi dA 就相当于是。这个面积呢，对这两个轴的 product of inertia， 所以这个就称之为叫 I x pi y pi bar， 因为这个通过它中心点，通过中心点，所以叫用 bar 来表示。那这个后面这个呢，你可以看看，它是加上 x bar y bar 积分 dA， 就是 total area A， 对不对 ？total area， 中间这两项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了。这个积分 x 八 dA 等于多少？等于零，对不对？等于零。积分 y 八 dA 等于多少？等于零。好，现在等于说这两个轴是通过中心点的轴，对不对？这个等于什么东西？如果说 y 八乘上积分，这个是 x pi dA。等于什么呢？等于 y 八 pi 乘上 a， 这个是用来是不是用来计算这个什么？计算这个面积中心。等于说你在这个轴上面看要看什么？看我这个面应该没有这个了，应该 x 八 a 等于 x 八 pi a，x 八 pi a 好，等于说我在这个轴上面 x pi。y 派轴上面要计算这个面积的中心在哪里？面积中心当然就是零啊，原点就是它面积中心。翻翻第五章看看，就是如果你今天选在这个点上面，选在这个轴上面，计算这个面积中心在哪里，我就用这个公式计算，用这个 qx 就是 x 八 x dA 计算等于多少除上 a， 就是 x 八。那现在呢，我是选用这个坐标系统。这个 x pi dA 是不是等于 x 八 pi a， 对不对 ？x 八 pi 等于多少？就是在这个坐标系统上面，这个中心点的位置，所以这个是零，所以这项就是零。OK， 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个是零，这个是零，所以最后一个结论就是 i x y 等于 i x pi y pi bar。加上 a 乘上 x 八 y 八，这个结果，这边也是一样，要跟其中一个，这一定要是对中心点的 product of inertia 相比较才有这个关系出来，因为如果不是中心点，这两个不为零，不为零 ，OK， 只有通过中心点，这两个 first moment 才会等于零，才等于零 ，OK， 好，那所以这个关系呢，就是说。很近有看到说，通过中心点的 product of inertia 也是所有平行轴里面最小的一个，最小的一个。OK， 好，好，那所以这几个定义的相同，跟前面那个呢有点类似，很类似。平行轴的是加上 a d 平方 ，product of inertia 加上 a 乘上 x 八 y 八的距离。OK， 好，这个是平移，再过来一个旋转，平移这个也没问题。比对前面两个 ，i x 等于 i x pi bar 加上 a d 平方 ，i y 等于 i y pi bar 加上 a d 平方 ，d 呢就是它们中间的平移的距离 ，i x y 是 i x pi bar 加上 a x bar y bar 这个平移轴中间的一个关系，平移。没问题了，再过来看转动了，转一个角度会不会相同？会不会相同？好，转角度这个比较麻烦。好，
反正如果说今天没来的，这段一定看不懂的啊。你们稍微细心听听后面这个转轴的、转角度的 rotation、translation、rotation。将来动力学也是一样 ，translation 比较容易学 ，rotation 这个东西非常困难。9.9。Principal axis。好，有一个面积在这里 ，x、y， 这个面积对 x 轴的 i 算出来，对 y 轴 i 算出来，对 x、y 轴的 product 平衡也算出来了，这几个都知道了。好，这个我们都，这是我们的定义 ，ix 就是积分 y 平方 da，y 就是 x 平方 da。xy 就是 xyda。现在我们前面平移，平移呢就是移到中心点的地方，加上一个 a 乘上距离平方。现在不平移，我转一个角度，好 ，x 派转到这边来 ，y 派转到这边来，这两个当然还是互相垂直坐标。转那个角度西塔情况底下，请问这个面积对 x 派轴的 i 多少？对 y 派轴的 i 多少？对。x 派 y 派的 product initial 是多少？要算这个东西。好，我们按照 definition 来，我们在这边选一个面积 dA， 它的坐标系统，这个是 x， 这个是 y， 要算 dAix 等于说积分 y 平方 dA， 这个呢是等于积分 x 平方 dA， 这个呢是积分 xy dA。你把这个 dA 找出来以后呢，整个积分起来就可以算出它的 ix iy xy。现在转一个轴，转一个轴呢，这里就变成这个点的位置哪里？距离这边这个呢是 x 派，距离这个呢这个是 y 派。好，按照定义 ，ix 派等于什么东西？等于积分 y 派平方 dA。好 ，i。y 派等于积分 x 平方 dA， 好 ，i x 派 y 派等于积分 x 派 y 派 dA， 这个是 by definition。现在我们看看 x 派 y 派跟 x y 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一个几何转换。好，那我们今天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它。这个地方 x 在这里，转过来成一个角度。转到这边，投影到这边来 ，x 在这个地方投影到这边来，这段距离是不是就是 x 乘上这个 cosine 西塔？这段距离从这里到这段距离，这段距离呢就是这个距离是y 乘上 sin 西塔，这个距离。好，所以我们先从几何关系 ，x prime 等于 x 乘上。cosine 西塔加上 y 乘上 sin 西塔 ，OK， 同样道理 ，y 派坐标跟 x 中间的关系就是 y cosine 西塔减去 x sin 西塔，啊，这个是几何关系。这两套就是 x y 跟 x 派 y 派中间的转换关系，这个你们可以学过微积分的，这个是利用一个。Jacobi 可以转换过来的，这个是从平面来讲是用几何图形可以看得到，如果三度空间呢需要利用一个 Jacobi 转换。好，那我们不要那么麻烦我们的平面了，有了 XY 以后我们带进来这边，好，计算 IX， 好，这个等于是是不是积分 Y cosine 西塔减去 X sin 西塔的平方 dA， 对不对？这个是 y 派，就是我们的平方 dA。好，这个再展开，等于是啊，写出来变成是cosine 平方积分，展开有四项 dA， 减去两倍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这个是积分 xy dA。好，在第三项就是 x 平方，就是。再加上 sin
平方积分 x 平方 dA。好，这个没什么特别，就把这个展开，因为西塔呢是不变的，跟 a 无关。好，那现在这个 term 是什么？是我们的 ix。这个 term 是我们的 ixy。这个 term 是我们的 iy。好，所以最后结果就可以得到 i x pi 就等于 i x cosine 平方西塔加减去两倍 i x y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再加上 i y 乘上 sin 平方西塔，好，就可以算出这个东西出来。同样步骤，把这个东西带进第二个呢，就可以算出后面两个结果出来。算出两个结果呢，分别是 i y prime 等于 i x sin 平方西塔，加上两倍 i x y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加上 i y 乘上cosine 平方西塔，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 ，i 的 x 派 y 派，好，所以如果我们一个面积对 x、y 轴的这三个你算出来以后，我给你一个角度，我要转三十度，请问转了三十度之后，对这两个新的轴的 x 派、y 派的 i 多少 ，xy 多少，你就带这三个公式呢，就可以算出来了。是，所以这个三个公式呢，就是两个系统中间因为 rotation 中间转换的关系。这个写起来呢太复杂不好记，我们利用一些那个 double angle 的关系，利用一个 sin 2 theta 等于两倍 sin theta cosine theta， 好 ，cosine 2 theta 等于 cosine 平方 theta 减 sin 平方 theta 等等这些几何关系的话，就可以把这几个方程式呢，可以写成稍微简单一点点 ，i x pi 就等于二分之一的 i x 加 i y 加上。减 i y 二分 cosine to theta， 好，这个你们自己简单运算一下呢，就可以算出来了。i x y 乘上 sin to theta， 好 ，i y pi 就等于二分之一 i好，这三个公式呢跟三个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呢利用一些三角函数的关系把它转换过来。这三个就是我们所谓这个 rotation 产生的一些 relation， 就可以从这三个公式算出来。三个公式很烦，看起来很烦，可是呢我们从这三个公式里面呢看到一些特性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已知 ix iy ixy 这几个已知，给你一个角度，转了一个西塔角度，对于这两个新的轴的 i 多少，你就可以用这三个公式算出来。很明显看到转那个角度以后呢，对 x 轴的ix 跟对 x 派的 ix 派，这两个很明显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OK， 那换句话说呢，对这个 x 轴的 i， 因为 rotation 它会产生变化。当然了，转了360度回来呢，会回到原来地方，会相同，它会大小产生变化。那到时候到底转到什么轴，它会有一个最大值；转到什么轴会有一个最小值，这呢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部分。这几个呢，只是我们先看出来，他们两组
I 之间的一个转换关系。再进来下一步就是我们讨论如何计算转到什么程度它会有最大跟最小的 I 值，所谓就是这个 principal axis 跟 principal moment inertia。 为什么要找最大跟最小？我刚刚提过说，因为我们算应力，算应力的话你 I 越大它的应力越小，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到底摆到什么地方去 I 是最大的。比如说我们一个长方形，好，对中心轴的 Ix 是等于十二分之一的 bh 三次方。那对这个 y 来讲呢， y 在这里， iy 等于十二分之一的 b 三次方 h。 如果说这个是 b 啊， h 大于 b， x 大于 b， 当然如果说 h 大于 b， 当然就是 ix 大于 iy， 八，这个都是八啊， ix 大于 iy。 请问一个梁如果说你要它稍微承受力量要小一点要坚固的话，会这样放呢还是这样放？这样放还是这样放？这样放吧。这样放呢对这个轴的 I 是不是有最大的 I， 最大 I 就会有最小的力，或者说同样的 section 就可以承受比较大的 loading。 所以这样放要找一个最大 I 来去承受这个方向的 moment 是最理想的，最理想的。那我们这个 section 呢可以 rotate 这样转，这样转，转到什么？如果说你转到这个地方呢会有个最小的 I， 这个当然是最不好的情形。那一个不规则形状，这个 I 哪个轴最大，哪个轴最小，我们就转转看，转到什么地方会有最大 I， 转到什么地方会最小 I， 要找最大的才是最好。好，这三个公式呢不难，就是带进去呢解开就可以了。那我们看这三个公式有什么特性，这边你可以看到 Ix 派 Iy 派都一样，二分之一 x 加 iy， 后面这两项呢一正一负，一正一负，对不对？那一个结论，第一个 ix 加上 iy 会等于 ix 派加上 iy 派，两个相加，这两项是不是刚好 cancel 掉，对不对？有这个很重要特性哦，很重要特性。 OK， 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不是算出来，很明显看得到，所谓 ix iy 这个等于 j 零，等于说这个面积对这个中心点的 polar moment of inertia， 你不管怎么转法 ，x y 转到什么地方，对这个点一不一样，都是一样的，一定都一样的。所以这个不是偶然得来，这个是一个从物理上面就可以看出来说一定相同的，会有这个特性。所以一个面积对 rotating axis， 不管你对转到什么地方，对两个轴的 moment of inertia summation 一定相等，这个第一个。好，第二个，如果从第一跟第三这两个 equation 做点手脚，动点手脚啊，我们从第一跟第三个消去西塔，把西塔把它 eliminate 掉，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得到一个结果就可以得到呢，我先写结果写在 ix 派减去二分之一 ix 加上 iy 平方加上 ix 派 y 派平方等于二分之一 ix 减 iy 平方加上。好，这个是从第一跟第三，你可以把这个，你看，把这个移过来，这个移过来以后呢，平方减去这个平方，这两项呢是不是刚好平方平方减掉，两个平方加在等于一，那有一个正一负呢 cancel 掉。好，从这两个 equation 的组合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出来，你不相信你回去自己算算看了。我等于说消去西塔，我再讲清楚点好了， ix 派把这个移过来减去，是不是等于这两项？你把这里剩这两项，对不对？这里剩这两项，两边分别平方，分别平方相加，那这两个呢，一个中间的项是不是两倍的这个乘这个，这个呢是负的，这个是两倍，这个乘这个是正的，刚好 cancel 掉，剩下这个平方是变成 cosine 平方加 sin 平方 to theta 等于一，所以剩下是这个，对不对？这个，那这个呢是sin 平方 to theta 加 cosine 平方 to theta 等于一，所以剩下是 ix y 平方 ，OK。
看得出来了吧？好，所以有了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说，右边这个，右边这个就是原来对原始坐标的 i 跟 xy， 左边这几项是对转换过以后新的系统的 i 跟 xy， 这个还是旧的啊，这个是旧的。那我把这个东西定义成为 i average。这两个反正是已知的，这个加这个，我这个东西定义成为 r 平方，你会发现变成是 i x prime 减去 i average 的平方加上 i x prime y prime 的平方等于 r 平方，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出来，对不对？这些 r 呢，如果说你在原始坐标的 i x i y x y 知道 r， 当然就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固定值。i average 呢，这两个知道，这个也是一个固定值。所以这个 equation 就是 relate 这个 i x pi 跟 i x pi y pi 这两个之间的 relation。这两个呢，必须满足这样一个关系，满足这样关系。这个方程是什么方程式？一眼看过去是一个圆的方程式，它是不是一个 equation 一个 circle？ 这个 circle 在哪里？好，假设我们在平面上面，横轴是 i x pi， 中轴是 i x pi y pi 的话，这个是一个圆的方程式。它的圆心在哪里？圆心是在 i average 零的地方，在这个，这个是不是圆心？半径呢？就是这个半径出来是一个圆。这个就是半径，啊，好，这个方程式代表这个圆。那圆上面任何一个点，这个点的坐标就是 i x pi i x pi y pi， 这两个 value 必须满足这个方程式。换句话说呢，必须要这两个 i x 跟 i x pi 呢，一定落在这个圆的圆周上面，圆周上面。你转到一个角度，它就可能在这个点；转到另一个角度呢，可能在这个点；另一个角度可能在这个点。不管你转到什么地方，这两个的结果，这两个的 combination 必定会落在这个圆周上面。这个圆很有名，叫 Mohr circle。Mohr circle。从这个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特性。好。这个点是什么点？这个点是不是所因为说所有的 i 跟 x y 呢一定落在这个圆周上面？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是不是在转到所有角度里面最大的 i 在这个点上面？所以这边呢会对应有一个 i 的 maximum 在这个地方，当然相同道理的，有一个 i 的 minimum 会在这个位置上面，在这个位置上面。那同时可以看到，当你转到这个转到某一个轴，某一个轴，只要对这个轴有一个 i 的 maximum 的话，那对这个轴的 i x y 呢，一定是等于零。所以这个点坐标是 i maximum 零 ，i minimum 零，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呢，转到不同角度，它的 i 会有不同的变化。可是 i 跟什么东西 ？i 跟这个 i x y 呢，中间必定会落在这个圆周上面。我们从这两个 equation 组合呢，满足这个方程式一定要圆周上面。在圆周上面的话，这个点就是整个圆周最右边点，就是 i 最大的点，在这个位置。等于转到这个角度呢，就会有这个最大的 i 值出来。有最大的 i 值呢，同时会产生一个什么 i x y 会等于零的结果，所以它 product 原数为零的结果。好，那至于怎么找这个圆？怎么用这个圆呢？我想休息十分钟呢，再来跟你们做说明好了。